我看看，我看看。诸位，诸位，诸位，欢迎各位公子的光临。我望花楼今日蓬荜生辉。聚齐了长安城的名人雅士，现在呀，为了一睹石榴美人的芳容，我愿意出五百两与美人一叙。五百两？我出一千两。我出三千两。一万两？啊？一万两？疯了！喂，你有没有一万两就喊。我没有，你有啊。你。感谢各位公子的盛情和美意，石榴美人今晚只见有缘人。为什么？呀，什么叫有缘？这边的公子啊，这是。现在这个不男不女的样子，少给我惹事。你，殿下，你快管管他们吧。稍安勿躁。楼上的几位，石榴美人有请。喂，石榴美人是我的。谁敢动他？哎，放开他！老鸨，人是我的，莫说剑客，就连片刻也不能多待。小王这就带他走。齐王，齐王了不起啊？不讲理！闭嘴！闭嘴！三弟，为一个女人打打杀杀，传出去不好吧？我当是谁呀？原来是二哥呀！石榴美人是我的人。什么你的我的？把她给我撵出去！出去！闭嘴！闭嘴！都闭嘴！好，那你们就问问，石榴美人想见谁？齐王，姑娘想见这几位公子。刚才本王没来，不算。你再问一遍，他想见谁？齐王，姑娘说那位公子最投缘。请公子雅间一叙。你，这位仁兄，臣让。站住！今天小王就逞这个能了。石榴美人只能跟小王，其他别人都给我滚一边去。三弟，你拦着不让我们见他，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吗？废话少说，跟我抢女人，先赢了我再说。给我上！
征妓女，杂妓院，闹得满城风雨，你们可真给朕露脸了。陛下，此女乃人间绝色，名满长安，这件事闹得十分轰烈，只恐怕是难以收场。父皇，这个不是一般女人。儿臣怀疑他和一桩公案有关。什么公案？现在还不能说，怕打草惊蛇。江南水患，大雨不断，朕拨了50万两，却如泥牛入海。江都知府无故失踪，朝政危机，辽东战事吃紧。你们身为皇子啊，却在妓院里争风吃醋，让百姓落得过奚落我李家的口实，实在是荒唐。请父皇恕罪。皇上息怒！皇上息怒！父皇，儿臣所查之事，正与江都水患有关。儿臣谨记，日后行事会加倍小心。哼！参见殿下。殿下，我为您精心挑选的几名武士来对付李易峰，再为您杀掉石榴美人，省得殿下您烦心忧神。不可，石榴美人是我的女人，此事本王心里有数。但是万一江姑娘她……别说了。香炉啊香炉，你说是石榴美人美呢，还是我美呢？哼，当然是我美了。谁呀？不请自入，是为贼也。嘿，我好心拿些好玩的东西来给你玩，你怎么这么说我呀？哎，这什么呀？别碰。这个叫许愿灯，可以飞到天上去的。你呢，可以把你想嫁给李大哥那些事儿好好的跟他说说。瞎说什么呢，我几时说了要嫁给他了？哎呀呀呀呀，难道我记错了吗？去年的上元灯节，有个人哭着喊着要嫁给李大哥，怎么突然之间全忘干净了呀？我没有，我才不要嫁给那个木头呢，我不嫁。好
好了，不跟你闹了，赶紧走吧，夜都深了。可是，外面已经夜尽了。你管他呢？你几时怕过这个了？哎，李玉峰呢？他人呢？说你笨，你还真笨。你许愿嫁给李大哥，他在旁边这么站着，你觉得像话吗？这种事情自然要偷偷摸摸的干，当然要瞒着他了。你许愿了吗？许了。你是许了要嫁给李大哥吗？不是啊。那你许的什么？国泰民安。好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问了。不管你以后是不是嫁给李大哥，我再也不会提这事儿了，只要你好，你开心就行。只是，如果你以后知道一些李大哥不好的事儿的话，你千万不要怪他。谁呀？什么人呀？在那鬼鬼祟祟的。只许你二人在此点灯，不许小王我在这儿放河灯吗？哼，原来是齐王呀，这左拥右抱的可真是享受啊。哎，今夜良辰美景是个吉日啊，我们各自都和家人有约，你们二人在此放灯，小王我在此渡河。这李玉峰嘛，他可是在万花楼赏美。你说什么？赏什么？小王，我说完了。你告诉我，李峰在哪儿？他不是知道吗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未央姑娘，我真的什么我。走，陪小王放河灯。多谢。李少侠，让您久等了。我们姑娘在沐浴更衣，所以慢了些。现在刚打扮利索，李少侠快跟我来吧。多谢姑娘。姑娘安好。好得很。在下前来是想确认一件事。一个月前，我在玄武门外偶遇江湖帮派恶斗，当时救下了一位女子。在下想知道，姑娘可是此人？良宵美景，少侠就是要问这种大煞风景之事。姑娘可是江都灾民？
多谢少侠还记得小女子。求求你了，行不行啊？咱们回去吧。这本来就夜静，你这么一闹，全长安的人都知道了。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跟一个风尘女子抢男人，像不像话？你以后还做不做人了？什么做不做人？你不要动不动跟我讲什么大道理。我整天跟个孔夫子絮絮叨叨的，你跟连一峰联合起来骗我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我，你听我说啊，一个普通的男人来妓院。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是啊。是啊。二哥、四哥和八哥，哪个不是没事来喝个花酒的？就是就是。你这么闹什么呢你？再说了，李大哥也不是你什么人呀，你再这么闹下去，真的一点情分都不剩了。喂，你们再拦着我就毒死我自己。喂，这在胡闹什么？喂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大哥，你为什么来？为什么？我去哪里，与你何干？确实与我不干。可是这两年，我的心都快掏出来了，而你呢？你却如此待我。回去吧。我本以为你是帮齐王办事，可是你在这儿风流快活，你们两个还联合起来骗我去放孔明灯许愿，结果你们才这干龌龊的事情。而我呢，我还在湖边许下了那么美好的愿望。亮哥，你走吧，不要耽误我这事。不是，李大哥，你什么人啊？走吧，他都铁了心要留下，你又何必那么执着呢？走啊，走，开不开？都死开！绑起来，绑起来啊！对，坐下去。今晚的月亮真美。好想在外面看着他，你能赎我出去吗？在下只是问几个问题，问完便走。再咬就出血了。本来我还能进的，都怪你，我这辈子都进不了万花楼了。偶尔喝喝花酒，
搂着红烛翠柳，聊聊诗词歌赋，我想想都很惬意。真想毒死他们！还有那位秦王，混蛋！你反了你！你有几个脑袋？走走走走，回家！看什么看？走！今夜，我心里只有风月。没有其他。这一个月的时间，你是如何从灾民变成了石榴美人？你若不肯赎我出去，我怎能轻信你，将真心托付于你？昨日，姑娘两次三番对在下眉目暗示，似乎有很多话要对在下讲。若你肯娶我，倒是可以告诉你真相。少侠是怕齐王，还是嫌我出身青楼？姑娘误会了，都不是。你们男人都一样。明明心里喜欢，却嘴上都说不是。今晚我什么都给你。石姑娘，石姑娘，呀，人去哪儿了？姑娘醒了吗？姑娘，我看李少侠对姑娘有情，姑娘也中意李少侠。而且呀，李少侠比齐王好千百倍，不如让李少侠替姑娘赎了身，以后呀也好过安稳日子呀。姑娘，姑娘，外面太阳都老高了，姑娘也该起了。昨晚二更时分，我送雪薇安回家，我看着他躺下睡着的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我早上起来，一睁眼我再去找他，他人不见了。不过我觉得也不能怪他，可能是伤心过度，自己跑哪儿哭去了。大理寺少卿赤罗汉，奉旨拿人，得罪。啊！你小子在这搞什么？
石榴少卿，这么大张旗鼓，有何贵干？石榴美人死了。李大哥，这不是。 带走，大哥，李大哥，这，昨晚石榴美人钦点的少侠夜闯万花楼，独会美人，结果他的小情人追来大闹一场，两女争一男啊！ 真是人不风流枉少年啊！全长人都知道了，那人是功夫了得的侠客，善使飞刀，在江湖中也小有名气。起马。 父皇，李玉峰是我知己，我了解他的为人，儿臣愿以项上人头担保，李玉峰绝非凶手。更何况，石榴美人死的蹊跷离奇，这幕后必有隐情。隐身吧。父皇，石榴美人虽为草芥，却已名满京都。她虽人在风尘，却出淤泥而不染。李玉峰杀人，人证物证俱在。 早已是满城风雨，人人得而诛之。父皇若不给个交代，一味的偏袒二哥，恐天下百姓不服。这个人，朕见过几次，潇洒不凡，不像是苟且之人。父皇放心，儿臣定将此事查得水落石出。 替李玉峰昭雪，7日之后，如无结果，再斩不迟。父皇，好，朕就给你7天的时间。多谢父皇。 他是不是被齐王灭口了？你几时离开了？二经不到，我什么都问不出来。他对我还是有戒备，什么都不敢说。我一直被人监视，万花楼里的每个人都盯着我们。如果少侠不是我出去，怕是真相永无出头之日了。 你的飞刀为什么在他身上？一个月前，在玄武门用飞刀救过他，应该是当时那把。你走的时候，万花楼有什么异象？门口有一辆很华丽的马车。 秦王，李大哥，秦王殿下，李大哥。
卑职有话要说。大理寺上下在长安各处都安插了密探，但是一个月来都没有破获齐王一丝破绽。石榴美人与齐王之间纠扯不清，齐王虽长时间控制石榴美人，但未置于他死地。卑职认为凶手不是齐王，凶手此刻一定还藏在暗处。知道了。李大哥，多谢少卿。哎，李大哥，等等我。九爷爷，干嘛？李大哥。你说李大哥，咱们俩认识也有6年了，我总共才见你用过几次飞刀呀？第一次是在药王谷救那个薛未央，第二次是救我，然后薛未央，你昨天晚上去哪了？是不是你争风吃醋把石榴美人给杀了，然后再嫁祸给李大哥？啊？我才没有呢。你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这还没事儿？怎么想的你？李少侠，赤罗公子。张庄主，各位前辈。听闻李少侠正在蒙难，在下有一件事情，不知是否能帮李少侠抓住元凶。此事也关乎我们几大门派的名声，不解决，这脏水就泼我们身上了。梅公，跟李少侠讲话，我们还是开门见山吧。李少侠，我们是有一件事情想要澄清，所以想请李少侠帮忙。少侠也知道，我们虽然总帮秦王办案，但是我们一向不喜与官府中人往来。这件事情我们又不好与秦王讲，所以只能请李少侠。但说无妨。上个月在玄武门外发生了一起江湖仇杀案。我知道，据大理寺说是为了铲除恶匪的江湖百龙会，各帮派恶斗。据说那天在玄武门外死了100多个人。哎，什么百龙会，什么江湖恶匪，那个百龙会根本就是假的，不是我们所为，和我们各大门派一点干系都没有。那是江湖上一些贼人打着我们的旗号为非作歹，也不知道大理寺那些官员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要用我们来掩人耳目，最后脏水往我们身上一泼，就草草结案了。不瞒各位前辈，当日在下恰巧策马经过，以为是帮派争斗，不便参与其中，只是后来救出一位姑娘，更是不宜久留，所以还没有彻查真相就离开了。唉，这脏水可就如实的泼过来了。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百龙会，也没有追杀过什么恶匪。最近传言那些被杀的恶匪都是从江东逃难出来的灾民，说我们几大帮派滥杀无辜，现在我们是百口莫辩呐。哼，大理寺更是以江湖恶斗为由草草结案，根本没有细查。也不知道大理寺那些官是干什么吃的，我们听闻此事之后立刻严查门下弟子，结果发现门下弟子并无一人参与此事。这是江湖中有人在栽赃嫁祸，
我们冤死了。大理寺如此草率，怕是官匪勾结吧？不可能，大理寺向来都是清水衙门，公正廉明，不可能官匪勾结。我想，一定是上头的命令。陛下给我们7天时间彻查凶手，玉峰一定查个清楚，请各位前辈放心。一定要抓住真凶，在天下人面前还我们一个清白。李大哥，李大哥，你给我们穿的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啊，你哪里找的啊？一股味儿，你自己闻闻，你自己闻闻。你再看看这个，你活生生的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如假包换的村妇啊！你还村妇呢？你村妇？你去，臭死了！离我远点。那个，我们非要穿成这样吗？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没有了。你大哥，你看我小爷，我什么时候穿成过这样呀？你臭死了！你自己也臭啊！你闻闻。我在众目睽睽之下不便出面调查，动手会先我们一步行动的。现在只能靠你们了，你们想帮就帮，如果觉得勉强的话，也不必勉强。哎，李大哥，石榴美人的身份有诈，我除了知道她是江都灾民和玄武门有鬼之外，其他的事情一无所知，所以那个老鸨是知道她真实身份的唯一突破口。那天晚上你为什么不问他呀？对啊，一来我觉得隔墙有耳，他被凶手监视死；二来我想早点离开万花楼。听见没？他想早点离开万花楼。别说什么的。哎，李大哥。哎，哈哈哈哈哈！可怜可怜我的臭美人了，烫死我了！来人啊！救救我们吧！妈妈，我要卖妹葬父，求妈妈收下我的妹妹吧，好歹跟着妈妈有口饭吃啊！卖妹葬父？嗯，别在门口挡我生意。进去再说。谢谢妈妈。小强，妈妈去接你。喂。不错，五两，留下吧。什么？五两？你这小姨，我是哎，十两。妈妈，求求你了。喂，你先别走啊！来，回来。妈妈，你听我说，十两是有原因的。哎，妈妈，你看看仔细我这个妹妹啊，你看这胸，你再转过来，看这圆圆的大屁股，你看怎么？他如果好好打扮一下的话，绝对堪比石榴美人。石榴美人？嗯，放你娘个屁！你妹子就是一个普通的村妞，再怎么打扮，也就是那红足翠柳。翠柳？这石榴美人可是堂堂的江都府千金，她爹是扬州司马。哎呀嘿！啊，妈妈，我们两个也是灾民。也是逃难过来的，然后半路我们父亲就没事了。你这个老花精，你出来就出来，我怕你呀！你以前就给我抢客人啊，弄了个石榴美人死了，现在又给我抢人，你这个不要脸的老花精！妈先不要脸了，你才不要脸，你才不要脸呢！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你妈个屁！你打死他！别动手啊！打死他！别打了！
李大哥，他们是谁的人？凶手的人。九爷爷，李大哥，你们没事吧？你这大理寺小姐怎么当的啊？弄得这长安街那么乱，害得你九爷我差点没命，你知道吗？这也不能怪数罗少奇，我想是凶手故意为之。
我殿下忌惮赵王不肯帮我，那就不能做我的男人。如果殿下一再相逼，我只有死在殿下面前。你，笑个屁呀！这个李玉峰自己在外面逍遥自在，却让咱俩在这受苦，替他卖命。你呀，你太过分了！哎，未央姑娘，这个你就不懂了吧？李大哥他在明，我们在暗，这个叫双管齐下，知不知道啊？你再帮他说话，信不信把你毒死了？哎呀，怎么下雨了？哎，咱们先找个地方躲躲雨吧，啊，来来来，下雨了，收东西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快走。是啊，除了你，我也一个乞丐没见着。你说这长安城的乞丐，怎么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呀？喂喂喂，马车马车，一定是个有钱的主，赶紧喝酒，赶紧喝酒。谁呀？哎，也是可怜人。拿着，去买点吃的。走吧。赤罗汉，你个龟孙子，你给我等着！不错了，给了你十两呢。他才给我十两。哎，吃包子去吧。你等等我呀。你可知道，你今日做错事儿了吗？九爷爷，孙儿有什么做错了吗？我问你，你今日可给了一个乞丐十两银子？九爷爷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让你说话了吗？啊！你这个混小子，啊，你才给十两！你的良心都被狗给吃了吗？啊！我从小是怎么教育你的？做人要大方。你为什么才给十两？十两银子现在够干什么吃的？啊！十两少吗？还敢跟我顶嘴？真是气死我了！你虽然从小都以你大哥秦作为榜样，但是为什么你们两个人做人的差距会这么大呢？啊！你大哥他冰雪聪明，才智过人，而你呢？啊！你简直是愚钝、愚昧、愚蠢、愚不可及。我让你提醒我了吗？啊！真是气死我了。
我问你，你可知错？孙儿不知。不知。我再问你，这满城的乞丐怎么在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？啊！你跟我说实话。前几日，左翼将军于龙海以整理长安风貌为理由，委托大理寺围剿丐帮。孙儿当时正在审理一个丐帮弟子，他说自己来自江都，是逃难的灾民，同伴一个月前在玄武门被杀，此事是大理寺一号机密。公，一族丐帮掩人耳目，估计也是为了捕杀漏网之鱼。相公，我觉得吧，这于龙海是大有嫌疑，都验明了，人也也生疏了。嗯，肯定会被灭口的。不过这普天之大，你说为什么偏偏来长安避难呢？会不会是？放心。你们有没有查出这个石榴美人是怎么进的万华楼？对了，我听说是于龙海的大管家偷偷将她卖入万华楼的。好，我们就去探探这个于家的大管家。嗯。李大哥，前面就是于家大管家的府邸了。走。好。未央姑娘，快走啊。好。已经第五日了，还是没有进展，找到一个死一个。不啊，我觉得至少现在已经有线索了，这个于龙海肯定脱不了干系。也不知道李大哥怎么样了。喂，李大哥。是我，怎么是你呀？你鬼鬼祟祟跟着我们干嘛？少爷，这个给你。汉给的。是。回家去吧。是是。李大哥，你看。鱼龙覆水，什么意思啊？鱼龙还要有动作。你们在这儿待着，别说话，别乱动。跪
姜司马，名册何在啊？你每夜一审，问题都相同，老夫早已回答。要不是你有意隐瞒，我何故为难于你？你把名册交出来，我保你不死。今日我便最后一次告诉你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名册。就算你杀了我也没用，不如给个痛快的吧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来人！嘘，推出去，斩了！此事竟与三弟无关，他闹得满城风雨，众人皆知，原来只是为了保石榴美人的周全。哼，想不到他竟然是个痴情种。司马大人，江小小可是您的女儿？正是。她如今可好？当日上街告状，却被拦在城外。名册放在城外的一个隐秘之地，秦王殿下可以派人去取。于龙海手握左翼重兵，手下将士皆出自我的门下，真是人算不如天算。为防止于龙海逃跑，于峰，你带梅公他们在于府外的书房大街埋伏。我去于龙海府邸拿人。听令，点兵包围于龙海的将军府。是。大人，说，我在崔管家那里遇到李玉峰他们，八成是他得到了什么线索，还好我提早一步杀了崔管家。为今之计，只有先逃出长安，李世民不会善罢甘休。你我二人现在是同一条船渡河，相互扶持才有生机。那是自然，大人待我全家如再生父母，当年有难，若非大人相救，哪有我的今日。好，我果然没看错人，你带领一队引开李玉峰等高手，我从另一条路逃出，率兵从城外与你会合，去吧。是。潜逃，伏地已空。秦王，左翼将军于龙海，官居二品，
掌京都重兵，勾结江湖恶匪，贪污灾款，屠杀灾民，再杀扬州司马，现罪已查清，无论何人抓住之后就地正法。同志李玉峰，于龙海已经潜逃，全城搜捕。赤罗汉，你带大理寺的人从玄武门大街进行追击，我带人抄小路，在城门口等候于龙海。是。炸！炸！开！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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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于龙海，你的奸计已暴露，秦王下令抓住你，格杀勿论，还不下马跟我走？大胆刁民，敢挡将军的路，是要送死吗？你们这帮恶贼，屠杀灾民，却又嫁祸于我们，今日又替狗官护卫，还不以死谢罪？少说废话，敢挡将军者，死！赛神仙，是你？于龙海在哪儿？你们的父亲已经犯下滔天大罪，我大理寺奉秦王之命，把你们一家老小全部缉拿归案。你们几个还不乖乖的束手就擒？还是父亲大人想得周到。你们先护送母亲大人到城门口与父亲大人会合，等我们解决了这帮大理寺的小贼，随后就到。个由头没有彩头，为何要比？江湖恩怨江湖了，我要输了，当场自废武功，绝不食言。好，痛快！
功夫在江湖中足以傲视群雄，为何助纣为虐？岂不坏了你一世英名？我有不得已的苦衷，于龙海虽罪大恶极，却与我一家老小有救命之恩。前辈可曾想过，你为报小恩，却铸成大错？如今我大错已成，咱们各为其主而已，你不也一样去于秦王膝下？你错了，我当秦王是知己，为他做事是我心甘情愿。我念他为天下苍生谋事，我愿为天下苍生出身入死。多说无益，出招吧！于大将军，这急急忙忙的是要去哪儿啊？秦王，别假惺惺的，识相的话就让开城门，否则我就不客气了。于龙海，你犯下滔天大罪，还不束手就擒？少废话，拿命来！杀！杀无赦。
有些事，有舍才能得。我想，我能成为让天下百姓永享太平之人。我觉得，是秦王故意放走四大恶人，然后嫁祸三皇子和昆仑卢，凶手必是秦王。上古时候，两个在山林中行走的好汉，要想知道对方是敌是友，都要以比武来试探。身在皇家，哪有什么真正的兄弟情谊？所以，我把你当作知己。少无世俗韵，性本爱丘山。这圣上是假的。没想到秦王使了个调包计。今夜若不打草惊蛇，他们也许早已不问世事。就让火烧得大一点。谁呀？请问李少侠在吗？李少侠，我有话想单独跟你说。哎，见个女的就跟着跑，你笑什么呀？刚刚里面加了贺领红啊。贺顶红，我要死了吗？喂，薛姑娘，快给我解药啊！石榴美人让我给你的，说她如果有什么意外，就托我把这封信送给你。谢姑娘。我与姑娘同命相连，因家中落难被卖入万花楼。姑娘在少侠走后，曾与我肺腑之言，说本想让少侠替自己伸冤，却不知道少侠能否信任，几次试探，或不得已才出此下策，自毁来让少侠帮助自己。李少侠，此次与父亲来长安告御状，被你救下是小女子之幸，能在死前得一知己，也算没有白活。我虽未身齐王，却是为了舍身救父。如今一别，已经阴阳两隔。李少侠是个好人，不要怪我私藏飞刀，实为纪念少侠。不得已嫁祸，已是苦不得已，希望少侠莫怪我。我知道，少侠一定能帮我将真相大白于天下的，一定能替我父亲伸冤的。如此，小女子九泉之下，亦是感激不尽。来生，愿做牛做马，报答少侠。江氏女，石榴。我一下了朝就来找你，
听说昨夜你被一个女子带走了。那位女子是石榴美人的婢女，石榴美人留信给我，信中说为了救父只有一死。告辞，后会有期。